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费洛蒙强化剂。只要你闻了它，你就能看到你喜欢的人或者东西。只要我知道了你喜欢的东西，我就能同你所好；只要我知道了你喜欢的人，我就能让它消失，然后取而代之。小李子，你是我的。 闪一闪的，再配上点恐怖音乐，都快变成鬼片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啊？哪儿来的 BGM？ 房间太妖孽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换个房间。我没叫特殊服务啊。 你走错了吧？没走错，是里长叫我来的。里长？你认识里长？你猜？你太可疑了！不把话说清楚的话，我要叫保安了。别急呀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 钱，这些是李长托我给你的。他怎么发财的？你猜？我知道了，这肯定和电视里的整人节目一样，只有最上面的一张是真钞，下面的都是白纸，对不对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为什么要整我？别急呀，看看清楚。 不是白纸，是支票。没错，每一张都有里长的签字，但是金额没填。他让我转告你，数字随便写。里长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还准备了一些金银珠宝给你。 我见过土豪金的手机，土豪金的电脑，这土豪金的石头是个什么鬼？土鳖，这是狗头金，纯天然的金块。你找谁？我是客房服务，风小小小姐想给您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 风小姐准备了您爱吃的东西，凤姐这么感人，给我准备了一车的好吃的，这么丰盛，凤姐太了解我了。这是本店的特色芝士蛋糕，米其林八星八件顶级品质。米其林
不是只有三期吗？算了，管他呢。嗯，好吃，就是有点干。这是什么？三千年的蟠桃榨成的汁，并且加入了顶级红酒调味。三千年的蟠桃，这东西人间怎么会有？早就实现人工养殖了，况且这里是天朝，什么事情做不到？你好，我是客房服务，风小小小姐让我送一样东西过来。风小小，送什么？爱心？难道？里面是什么？你猜。江江，害得我气血奔涌。小江江，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这恐怕不太好吧？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喜欢你健硕的身体，喜欢你宽阔的肩膀，特别喜欢你结实的腹肌。真的吗？你这样的画风我完全把持不住啊。把持不住？那就释放出来吗？好，那我就释放出来了。我终于实现了梦想，和我的女神打电动，我是人生赢家。小江江，输的人要接受惩罚哦。什么惩罚？我都愿意。来了！哎呀，我的顶级大宝剑！欧巴，我来了！哎，你走错了吧？我没点餐呀，我要的是大宝剑，不，顶级色帕。没错，是您打电话来的。我们是楼下的大宝剑餐厅。我勒个去！我们知道您是最尊贵的客人，所以除了送上美味的佳肴，还附上了专人陪吃服务。陪吃？谁陪呀？你？一对一超五星服务。你们餐厅名字虽然有点欺骗消费者，但服务意识还不错嘛。嗯，现在还怀疑我吗？等我先搞清楚自己现在身家多少亿，再怀疑你也不迟啊。还有呢？不是在做梦吧？梦里是感受不到重量的。我把这些财宝压在你身上，你感受感受。怎么样，有感觉吗？沉甸甸的，不是吗？再感受感受。别压了，好重，动不了了。
搭床了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？还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吃哪一个呢？风小姐还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其实这辆车本身也是可以吃的。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不信，你咬咬试试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我刚才吃的芝士蛋糕是拖鞋？那我喝的果汁儿是自己的血？妈呀，有鬼啊！不好，一有危险！这位老板，欢迎来到迪拜土豪大酒店。Cheers。品味的，我跳舞给你看。没事吧？你人真好。你干嘛呀？哎呦，疼疼疼！下来下来！哎呦，我脖子快断了！我咽不下来，你是我的人了。哎呀，你别晃，别晃！咬咬咬咬！打药子啥的？你要干嘛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看见你白嫩的脖子就忍不住。哎呀！依依，你在哪儿？方杰，方杰，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床底下。我以为是鬼，我还没问你呢，没事躲在床底下干嘛？我遇见鬼了，
一个客服送来一车好吃的，说是你送的，然后我吃了好久才发现吃的是拖鞋。爸爸，我手要破了。我什么时候送你好吃的了？我刚才遇见个人说里长给我带了东西，结果差点没把我压死。这逻辑有点跳啊。凤姐，你被吓得不轻啊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恶作剧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古怪。小江江今天发挥不太好嘛，脸上都快写不下了。脸上写不下，其他地方可以写啊。这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。要不写写看。好啊。小小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在这里写一个死字。啊，不要不要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在洗脸。洗脸？让我看看，你脸上好像有字儿啊。别看，这个字怎么都洗不掉。你脸上好像刚刚进行了一场骂脏话比赛啊。失误是刚才做梦的时候。吹，接着吹。我只听说过有人说梦话，还没见过有人把梦话写在脸上的。你刚刚明明喊我名字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好吧，我梦见你来找我打牌，谁输了就在脸上写字。我输了好多局，然后你要用刀在我胸口上刻字，我一害怕就叫了，然后发现都是幻影。又是幻影？这个地方很不对劲儿啊。那地上的血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那是我的鼻血。别问我为什么会流鼻血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我们不会都见鬼了吧？凤姐，这家评价才半颗星。杨艳呢？她怎么没动静了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猜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蛇精。竟然被你看穿了我的真身。我就喜欢有本事的男生，眼光还真是好呢。给你死开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是不是要吃我？我肉不好吃的都是骨头。谁说要吃你了？人家只是想跟你生猴子。要不要这么直接，手都没牵过。人家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上你了。喜欢我跟喜欢上我是两件事儿，你说清楚啊。人家要是都喜欢呢？可我不喜欢你呀。啊，你别过来啊，我动手了啊。来吧，粗鲁的男人特别有魅力。我怎么回事，使不上力气了。刚才我吃的你下药了。 baby。 讨厌，这么快就叫人家 baby 了。你放心，我只是刚刚在酒里加了一点点百香软精散，无毒无害无副作用，绝对的绿色毒药。啊，不，绿色食品。我打死你。我别害怕，吃晚饭咱们一
一起洗个鸳鸯浴，然后再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啊！我谁要跟你洗鸳鸯浴呀、啊？小小，救我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他不是人，我中毒了。不是人，是妖是不是？懂了，干这行都是漂亮的妖精。他中毒了，中了大保健的毒。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你们继续，我们走。完了完了，没想到我堂堂的二郎神要被蛇妖当晚餐吃掉了。汉尼，我来了，最后一搏。呸！你还真是会破坏气氛呢。你要是再靠近我，我保证你得不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，只能得到我的口水。呸！呀！你过来呀！你就叫吧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理你的。我的朋友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我们真的不管二哥了吗？留给他们二人世界。但我总觉得那个姑娘有点眼熟。看不出啊，你也叫大宝剑？我呸！其实之前出现幻觉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，是那个女人带着小小来和我打牌的。我出现幻觉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女人推了一车吃的给我。我的幻觉里是一个女人给我带来了钱。那个女人身材很好，丹凤眼，尖下巴，短发，大胸脯，大屁股，和杨艳房间的女很像。凤姐，你想想我们刚刚经历的。这里会不会真的有鬼啊？就算有鬼，二郎神也能对付。他刚刚好像是说自己中毒。这事情有古怪。朱阳的队友。就是他，我梦里出现的就是他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装神弄鬼的吓唬我们？你到底对我们施了什么妖法，害我们都产生了幻觉？我说实话的话，你们可以把这个帅哥留给我吗？你觉得他会同意吗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不过你要是说实话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，外加几张私房写真。成交。好吧，我说。我是化学女博士，我叫白美美。那你为什么要害杨艳？还有我们遇到的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我没有害她，我只是想帮她解毒。你们都中毒了？中毒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和刚才没什么两样。我发明的药叫做费洛蒙强化剂，是一种能够让人看到自己欲望的药物。对，费洛蒙是一种化学物质，它源于人体的类胆固醇，可以通过汗腺及皮肤表层细胞中散发，直接影响脑部负责情绪的潜意识层。我的费洛蒙强化剂可以让你看到自己最渴望的人或者东西。这玩意儿我研究出来本来是打算追小李子的时候用的，结果不小心打翻了。这种药剂会在空气中挥发，闻到的人会产生幻觉，如果不服用解药，幻觉就会持续下去，让人精神错乱。怪不得我看到了钱，我看到了好吃的，我看到了小小。给杨艳的解药就在酒里，她喝了酒就没事了。可她太帅了，我实在把持不住，所以才给她加了点百香软精散，想和她一起。为什么杨艳还没醒？她明显是被你砸晕了，好吗？小小，你相信她说的？信。为什么不信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
他也是个神仙。你确定？最近我的神力恢复了不少，看东西一看一个准。那你怎么没看出李半仙的迪拜游是个坑爹货？这我不信，我觉得这个女人和李半仙差不多，是个骗子。我是骗子还救你们干嘛？早就跑路了。你一个化学博士居然在这种地方实验？地方食宿有保障，平时又没人来，实验起来安全呗。这不出了事儿，也只有你们四个倒霉鬼遭殃啊。不行，小小在这里，我要对她的安全负责，你得证明你的清白。这就是费洛蒙强化剂，不信就试试。试试就试试，闻一闻就行了，你怎么全喝了？不早说。笑笑，这里怎么有三个你啊？这么快就产生幻觉了？笑笑，你穿的好少，好带感。这货想到什么龌龊的画面了？笑笑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搞定。你会把他打死了吧？魔神蚩尤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挂？魔神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他是女娲，他是蚩尤，他是二郎神，我是精卫。啊，冷静，这是真的。妹妹，我们能遇到一定是天意，你好好想想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太一样。我好像是从前段时间开始对毒和化学物质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最近才开始合成费洛蒙。我是怕伤到别人才搬到这里来的，没想到遇到了你们。那就对了，白美美，你是蛇妖。蛇妖？开什么玩笑？看样子这些家伙中的毒不轻，看来解药的成分还要再调整。既然搞清楚状况了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医生？赶紧把他们两个救醒。我就是医生啊，我还是博士呢。你们要是不信我，我还认识一个不错的兽医。哎呦呦呦呦，好虚哦，怎么感觉睡了这么久？这是传说中的脑袋被门夹了。嗯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嗯。Surprise！ 你怎么在这儿？就想说我也是神仙呢，所以邀请我来讨一把小助。那你跑我这儿来干嘛呀？你现在是我的实验对象，我要时刻盯着你。我对你有感觉，在这个美丽的夜，这一刻稍纵即逝。哦耶，不要让它溜走，我要唱出来给你听，困了就喝杯咖啡。加糖加奶不加糖，去加奶加糖不加奶，你到底要哪种？冷水热水温水白开水，矿泉水我还没漱口。我对你有感觉，我比谁都要了解，哪怕是漆黑一片，是漆黑一片。